姓陈，今年36，以前也是做这个，已经十几年了。我以前在其他地方帮他这边过来，我在这家店开了4年半了。一般3点这样子吧，3点就要起来了，做包子了，包子做完去，我去外面做锅边。这个以前这个一个师傅学的，学了几个月了，就是海蛎啊、花蛤、大背边加一点，这个腱子汤这些加一点，我们是传统的锅边，是福州特色小吃。有啊，人家早上上班都是赶时间，肯定会有时候来不及就吹。也没让我，好了，阿豪啊，他这个锅边搞得不错，他干脆就一些味道搞得不错，就锅边卖的最好啊。今天差不多得卖300碗这样子。早上3点多一直忙到11点这样子，一般情况很少休息，下午都是休息，11点半以后就关门了。餐饮业说难也挺难的，说不难也不难，是只要你做的不难吃。都会有一点生意吧，每天睡眠都不够啊，不一定啊，一天有时候一天才睡3-4个小时，有时候会多睡一点。像这个店的话是没有什么可发展的空间的，因为也想多赚一点钱嘛，以后就是自己正式创业了。除了就是基本上满意吧。